然后呢，叔叔这边顺便回答之前有一个网友问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问题，他问说：“叔叔，到底要怎么跟叔打？不管是对线还是打会战的时候，我只要每一次啊、嗯，在跟他打之前，我头就破皮啊，我头就破皮啊，我是要安怎拍？”我就问你，叔在狙你的时候，他是不是需要你的视野？对不对？他是不是需要你的视野？我就问你一个道理：今天教官就跟你讲，明仔载要安检了。今哪里？好，明仔载，好，明仔载开始，我们要这个检查头发。那我们就请假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直接给他请假，明天直接给他请假，不要去学校。不是这样就好啊，躲在草丛里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